马哥，马哥，你进来干嘛？都要结婚的人进来干什么？等一下，不要急。今天是国光，好久暌违好久的试镜间。对，今天的场地我们选择在 KTV 里面。王阿凯哪间钱柜？我们在好乐迪。李玉忠七辣嘞，七辣七辣你自己去外面找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，第一位请进，谢谢。来，帮我把门关起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那个旁边有麦克风，麻烦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。那我是柯巧巧，你可以叫我巧巧。我的身高是167公分，体重是41公斤，然后我是台南人。目前在中部读书，是，大概是这样。啊，你怎么会想要来国光，然后参加可能性女孩甄选？因为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，而且国光感觉蛮欢乐的。是，嗯 ，OK。哎，马哥，马哥，什么叫这个可以？你要结婚了，不要忘了，好吗？好，那三个主持人里面，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位嘞？应该是卓永康吧。幽默是吗？对 ，OK， 我们在你的资料里面，你是在便利商店打工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商店打工。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你是在哪一间便利商店？我在大学附近的全家。全家便利商店，了解了解。好，那既然来到，哎，我问一下哈，你既然来到 KTV， 你今天这样穿着，是你平常会去 KTV 的穿着吗？不是，我平常都穿很随性。是，所以这次是为什么会这样穿？应该试镜。试镜是不是？对。OK， 那如果遇到喜欢的人，你会这样穿吗？应该也是不会，应该就会穿比较可爱，可是还是随性。是。嗯。马哥，什么叫腿太瘦？你老婆嘞在旁边是不是？好，那来 KTV 就是来点一首歌，你。在旁边有那个点歌机，你要不要去点一首歌唱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。网友们，网友们，这是他的背影，好吗？你可以在这个间奏的时候跟大家，请大家支持你，然后帮你拉票。我是柯巧巧，可以叫我巧巧，然后多多支持我。我是巧巧。用心挑选纪念。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。
听你唱完歌了，非常好。来，那还有几个问题想问，没关系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对，不要急。那个来国光啊，基本上都一定要知道说你的三围。请问一下，你报一下你的三围。我是32，然后32，然后22，然后32。了解。啊，你今年几岁？今年20岁。好，20岁，网友，看你们一面倒，好像蛮喜欢他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请他坐下喽。OK， 好，来来旁边，我旁边请，旁边请，旁边请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，琪琪，很好，包厢隔音非常好。芝芝，麻烦你走到外面，把他叫进来。好，麦克风蛮麻烦，来跟大家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那个亮度好。再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对，大家看得清楚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来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晴，然后身高174公分，体重53公斤。那平常正职呢是模特。那希望之后大家可以在国光看到我，那请大家帮我留言分享，然后帮我推一下，谢谢。你的三围是？三围34C25/35。是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4岁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真有真有。你有粉丝团吗？有，我的粉丝团是 GREENIA， 然后王诗晴。我靠，绝对是记不住啊。Green 鸟，或上网搜寻绿巨人。哦，绿巨人，哦有有，绿巨人。所以大家一直讲说小绿小绿，绿绿是你就对了。对，小绿就是我，小绿就是我。哇，你的那个资应援团很多哦。好不好？来转一圈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很好。那个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国光帮我阵容？因为呢，我觉得里面就是聊天很希腊，所以你很喜欢。就是话题很好。我们三个主持人加杨森达，你喜欢哪一位？康哥，我喜欢康哥。喜欢康哥，所以其他人。大家都喜欢，喜欢康哥的幽默，康哥的幽默，好，了解。哎，马哥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离线啊？你是怎么样？一定要看到完就对了，是？他要把4个美女看完。因为他要结婚了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马哥？就是祝他结婚怎么样，婚姻之类的。祝你新婚愉快，新婚愉快。然后就这么结这么一次，结这么一次，就结这么一次了。马哥，什么叫他弯腰捡东西？不要。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王阿凯，母狮都转对了，对，没错，你穿那个母狮。来，旁边有那个点歌的，对，来看你就是要点哪一首，好不好？那你平常是喝啤酒还是威士忌？我平常吗？对，威士忌。各位网友，他平常喜欢喝威士忌。我不喝啤酒。是，好。你点的是哪一首歌？我点的是你的老歌 F R R 的《赤鸟》。好 ，key 有点高。还是你就坐在这边唱好不好？对，换画面。好啊，换画面。希望不会破音，希望不会破音。好，帮我破音。爱。
肩皱拉一下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肩皱来拉一下票，告诉你的粉丝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诗晴，然后可以搜寻绿巨人，然后如果粉丝团的话，我们在标题上面也有，可以搜寻我的名字，我叫 Rina 王诗晴，绿巨人，绿巨人，大家快来中后方按赞。我说那个花朵不代表胜利，现在燃烧了自己。谢谢大家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 KTV 里面面试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给我讲这种五四三，下次我就不管你们。哥，那个灯就是这么暗，不要那边给我吵。来，再跟大家拉最后一次票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诗晴，然后也可以搜寻绿巨人，脸书只要搜寻绿巨人就找到我，有一个戴毛毛的帽子，那个就是我。然后欢迎大家追踪我，然后搜索我的粉丝团 Rina 王诗晴。喜欢他的粉丝，麻烦大家可以去给他按个赞，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支持他的话，都可以留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好意思分享的话，麻烦分享国光帮帮忙的脸书，让大家看到他的表现，好吗？那希望你的女朋友或老婆不要骂你 ，OK？ 好，来，谢谢，请就坐。那个谁谁谁，什么什么框下来，框下来，框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好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弟，然后我身高170，体重51，三围是32B24 35，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好，那你现在几岁？我是大人。大人是不好意思说，有过30吗？没有，像吗？我要现在立刻去死。OK， 好。那你怎么会想要来加入国光棒阵容？因为我觉得国光很好看，然后很喜欢申达跟康哥。是，你跟申达听说有渊源是不是？我们一起拍过算是一个微电影、一个小短片。那你觉得申达私底下是会毛手毛脚的人，还是正人君子？他不是，就他私底下是很，就他是个正人君子那种。然后他的幽默都是，就他是就是真的是专业表演的人，他不是就是私底下没有那么就是在那边乱讲话什么的，他都还蛮沉稳的，我觉得。OK， 那你有跟他喝过酒吗？还没有跟他喝过酒。好，可以约一下。好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，非常好。你有没有粉丝团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？有，我的粉丝团叫做王宝弟，然后我的弟是那个第一名的弟，就是那个第几课的弟。如果打那个弟弟的弟会找不到。了解，好，那旁边有那个 KTV 的点歌。哎，你平常去 KTV 都是穿这样吗？我还蛮喜欢穿洋装。是，所以这是你的标准配备。就是有时候可能是穿小靴。好 ，OK， 那请选歌。我要唱《倒带》。Thank you.
可以再介绍一下自己的粉丝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弟，我的弟是第一名的弟。你先坐到旁边。所以你平常在 KTV 大概都是点这一类的歌？其实我是会点一些什么小幸运啊，或者是旅行的意义，但是我就是会走音，所以想说倒带可能比较嗨一点。因为其实蛮多粉丝都还蛮称赞你的歌喉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哭泣！你们人也太好了吧？因为像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粉丝都说：“哎，把声音关静音。”张全云还是张全峰？什么叫下面帮忙打个灯？我要几点而已，不要在那边。好，那就欢迎你来，好，来请旁边就坐。好，最后一位压轴的，请进。Hello。嗨。嗨，我是小陈。嗨，那你麦克风在旁边。哦，好。对对对，有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。是。我是小陈，然后今年24岁，那身高168公分，体重50公斤。是。嗯。所以你的三围是？三围32C、24C、23C。你今年几岁？24岁、嗯。好，了解。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国光可能性女孩的甄选？因为就想试试看，就是有机会就试。是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没有男朋友。好，那你平常是有在打工吗？还是？就是接接活动、修修之类的。了解。OK， 那你今天穿的是比较运动风。对。你平常唱歌也是穿这样？平常更比较素一点，就是素 T、牛仔裤之类的。好。嗯。看起来蛮紧张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来先点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点歌。在他点歌之余呢，想办法看看其他三位到底在干嘛。你看他们三个在干嘛？你看看，这三位在干嘛？啊？在窃窃私语，在讲他的坏话。我要坐着唱，都可以，随便你，你想躺着唱也 OK。我就躺着唱 ，OK， 好。让我坐着好了。好。我站着哦。没事，坐着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比较唱得上去。好。
再次介绍自己中间的间奏。我是小纯，然后我叫 Josie， 大家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Josie Chao J O S I E C H A O。开始。紧一点，紧一点，再合一点，这样。紧一点。对，来那个国光的粉丝们，来四位再往前一点。对，国光粉丝们，麻烦这四位来，我们再从刚刚第一位你叫什么？我叫柯巧巧，也可以叫我巧巧。好，喜欢他的麻烦就帮忙分享国光脸书，然后并且说你爱巧巧。再来分享，然后 take 五个好朋友，十个好朋友好了，十五个好了，OK。好，来第二位。Hello， 我是诗晴。然后你的脸书？我的脸书是 Green 鸟王诗晴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就搜寻绿巨人。Okay， 喜欢他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分享这则影片。并 take 七十个人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标签120个人朋友，这样好不好？而且是男性哦，女的不用来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来第三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弟王宝弟，弟是第一名的弟，然后这就是我的本名，所以其实还蛮好记得。是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一下。支持宝弟的好朋友们，麻烦分享，并且 take 好吗？2000多个朋友，OK， 随便你们高兴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最后一位。我是小纯 Josie， 那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 Josie Chao。是，OK， 喜欢 Josie 的朋友，麻烦 tag 并分享，好吗？马哥，你怎么还在啊？马哥，你是不是怎么了？好想知道马哥是谁，是小马哥吗？不是，是马里奥。哦，马里奥。对，刚刚 Kid 也有来嘛 ，Kid 现在是躲起来不敢讲话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的国光直播就到此结束。那希望下次能够给你们在更特别的场地。然后，如果对场地有任何建议的，也麻烦留下来，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哪里直播，我们都会去尽量的达成您的需求。OK， 我是制作人，不要给我543，好吗？拜拜，拜拜。